在劳力包水饺活动中，靠新娘国小这学期成果展开始劳力展开。亲子的包水饺活动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家长、老师还有小朋友亲师生同乐，让家长可以了解出学校的一些活动。透过亲子活动，让家长愿意走入校园，了解学生学习内容。新娘国小这几年一个幼金社区感情，也让家长对学校成长有感受。让亲子之间的感情更好，这样子。家好胜啊！啊，华裔得啊！因为我们全校只有47户，就66位小朋友，47户家长，可是来的有50几位的家长，让我觉得真的家长非常的支持我们。除了用厝边包水饺活动为学校成果展拍头灯，新娘国小学生也无忘记哩展出艺术课程的成果，带大家了解附近新娘湿地丰富生态。欢迎来成龙湿地。成龙湿地赏鸟地图，这个是我们湿地构成，我们画的。黑面琵鹭最多的是台南七股湿地，它在觅食时会把嘴巴伸进水里左右搜寻，非常可爱。让我很高兴的是说，小朋友他可以自己组队报名。那我觉得，我们成龙国小的孩子在自信的这个部分，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。随着背后心态越来越受到重视，靠新娘国小也因为临近湿地和学校，就是转型有了方向。这几年一度的成果展，唔但看见学校进步，社区居民爱护故乡也渐渐付出行动，让新娘转型为心态旅客上喜爱枕头。记者李克森差不多。